我们家不是有两只狗嘛，就有人觉得奇怪，为啥镜头前总是吴妮妮跟我的互动更多？啥子嘛？反正很少看到维尼我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维维哦？那真的是太冤枉了，这主要是因为妮妮本身性格就比较黏人，而维维是一只更加成熟的小狗狗。毕竟我那些奇奇怪怪的行为，他早就经历够了。维维，帮妈妈暖脚。暖个屁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爱跟你玩。这是睡过去了吗？像他这种成熟的小狗狗啊，没点好处他是不得跟你互动的。但是他一旦愿意跟你互动，他绝对是最优秀的那个。那个按一下这个按钮，我们就给他吃一个小零食。嘛意思啊？妮妮最后一个了，按一下嘛。妮妮，妮妮按一下。得，全包了。你智商都被尾巴吸走了吧？